小康尼二度底台场加音，舞龙舞狮串场接机。这个有天籁嗓音的小康妮妈，转眼间她已长成十二岁亭亭玉立的少女，牙齿嘿嘿也长齐了耶。Which song you like to show this time to your fans? What song? I want lots. Lots. All of the beautiful world album. It's so wonderful.他今天二度底台，本周五将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与台湾儿童耶诞佳音合唱团举办耶诞音乐会。第一台是观光局正巧举办欢迎第700名观光客仪式，舞龙舞狮顺道也欢迎了小康尼，但他好像有点不知所措。How old are you, Connie? Six.是说他2007年参加英国选秀节目《英国天才》爆红，夺下当届亚军，隔年首次访台还上节目献唱。果然有来台宣传有差，他2008年剃掉娜姐，夺下台湾最畅销西洋歌手冠军。这几年他也没闲着，常把自己练唱影片 PO 上网。粉丝等了快4年，这回终于能再见小康尼本尊啦！苹果娱乐新闻还不快去买票听歌，报道。